呀？那长流什么呀？昨天是预选赛前八名，完了到应该是没有错，应该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十号，谢我们的灰色吧，灰色给放一下，谢谢。没有错的话应该会在那个十号吧，十号左右，十号八点就这一，应该会是十号八点就这一左右。来一首欢快的歌曲哈，感谢昨天那个大家的陪伴还有支持，谢我们的富强歌手来到八上了。第一首歌我们来的吗？有复活赛吗？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就简单比较明了。这个歌哈 ，DJ 的他们昨天唱，我觉得哎挺好听哈。我一直都唱慢的，我也唱个 DJ 的试试。没有没有，不但不敢唱适合这首 DJ 的，正常版还没学明白呢。你是否
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没有啥不好，你这样弄的话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可以啊，可以的，嗯。谢谢我们的冰雨哥，还有带上我，以及我们的喜神哥、巩固哥，还有我们的 YY 信人，还有我们的秀姐，以及墨哥，还有桃子哥。今天是站着直播了，不是坐着了。谢谢我们的佳佳，谢谢，欢迎我们那个冥王信哥，还有八哥 ，Hello Hello， 以及老顽童哥，嗯，还有我们的灰色回忆哥哈，还有我们的弟。嗯，微风低雨，以及我们的雷子哥、呆呆小健、仓矿木哥、杠上咖哥、开花哥，又，这是什么劲儿啊？这是又，有点乱。这个属实不太认识。嗯，现在还有欢迎陌生人哥，还有守护666哥，欢迎空哥。还有我们的秀姐、冬眠与晚歌、闪爷，以及我们龙威哥，还有我们的静，还有上山喝茶、幺幺哥，还有我们的大地飞鹰哥、罗兰哥、佳佳哥、花心哥啊 ，Hello Hello， 还有统一哥，嗯，丫头回忆哥，叫，我就拼命的吃啊，拼命的吃，一直吃到现在这样。多难呀，都不理解我，真的。因为真的就正经八百的好看的网红的脸，那大长发呀，是不是大眼睛呀，好看的眉毛啊，这身材那身材，但是哈，真的就是基本上 YY 也好，这网络平台好，全是这个样子，根本让人无法记得清他们是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只有我啊，一眼看见，哇，好胖的主播耶！唱歌这么好听，一下就记住我了，印象是非常的深刻。多难呢，多难呢！来首歌送给大家。现在我有没有啥想听的歌？欢迎北极光哥。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生活美美的。
性格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哥的名字叫，哥的名字叫美美的，美美的啊。哎呀，晕了晕了。啊，召集任务是七点，召集任务是七点半的时候就开了。谢我们的熊剑哥、阿峰哥以及我们的做事哥，还有我们的好听小亮，还有清风哥、沉默，还有成功哥，还有宇哥。谢我们冷少哥，喝点水。臭丫头，为什么叫我臭丫头？明明很香喷喷的。羡慕这面子啊！谢谢谢谢。听到歌有没有啥想听的歌啊？这两天我都把听到歌都给忽略了。听到歌，我好久没给你唱小树林了，你要不要听一个小树林？这个衣服有点热，我想，我想那个啥。我想去换一个。你喵什么喵？你的金钱买不。休息的话，我换个衣服，我看我连个谁哈？我看连个谁吧，让他家给他家唱，给大家唱个歌。嗯，换个松快一点的衣服要。左手勾，右手勾，什么呀？勾往哪勾？勾月吗？身体有好处，今天我没少出汗了，我做了半个小时的瑜伽，完了我跑了半个小时。Hello， 哎呀，师傅，你没有下直播呢还？你天天播到几点呀？从几点到几点呀？现在是？我不一定。师傅咋整？看到你我就好紧张，虽然咱们俩一张床上都躺过了。但是还是紧张。不要回我清白，明明是男的。那个谢谢谢我们的无罪哥啊，不要回我清白，真是的。躺过但没一起睡过。这样吧，我去换个衣服交给你了好不好？我太热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念剑哥还有运发哥哈，完了大家帮我维持维持哈，我回来的时候我看看这雪条还有没有了。那我就给大家唱首歌送给大家，一首老歌。一首拥抱你离去送给大家。不唱天黑了，我又不是只会唱天黑，我会的歌老多了。我唱歌，大家给我师傅向上跳啊！前奏有点长，拥抱着你的离去，数着一行行的泪滴，睁着梦着回忆不忍睡，寂寞也只剩我的狼狈。眼天光浪坠，目睹你和他的暧昧，我的心在慢慢枯萎，悄悄地睡。如果亲爱的心痛，不爱的保重，能爱的却成空，让我再一次感受你的温柔。如果他更适合你依偎，悲伤该如何全身而退，爱情已经已无所谓。好，师傅唱到这。
我还给你伴舞呢，你这刚拧刚拧一下胯完就拧回来了我。谢谢谢谢，那你就直接唱了呗，直接唱了，那我也那我也我来啥呢，普通话有进步哟，加油。嗯，确实有进步哈，加油加油。嗯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呀表情很到位，我告诉你哈，唱歌你不能就是一直坐着唱，知道吗？就像我给你来一首，那我就唱这个歌吧，一定要带点诱惑啊，诱惑。走出相思的困惑，捕捉燃烧的爱火，你用高度想化为诱惑，借的青春怎能让你折磨，冰淡邂逅的结果，最怕寂寞的承诺，你用帅气想把我迷惑，借的真心怎虚定太多，挺棒的挺棒的啊，这为我徒弟也高兴，可以呀，支棱起来了吧，这不叫牛牛不牛了，师傅看我太饿了估计。感谢我们小宝们送来的礼物，谢我们那个李栋梁他爸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师傅都敢偷，主要是你偷我能偷抽，你跟别人也是这么玩吗？没有，我平时 可饿了，他们说千年等一回，刚好师傅连我，这等着我呢，师傅。那这样咱们来再来一把，撕吧一下。让你们那边准备准备，我们这边全上六六的或者一毛的，你们那边随便。师傅，嗯嗯，我不知道该说啥。我现在都等。本来看你跳舞看的正激动呢，然后呢就出了这个事儿。你嘚瑟啥你？你一会儿给我整不会的。哎，
哥，你一会儿上我师傅那给我师傅安排安排呀，给我。别闹，没事吧？大家没事多去那个酱宝那溜溜，孩子挺实在的。嗯，每一次有啥事儿啊，都基本上都冲在前面，不管有什么事儿都是往前冲呀，往前奔的，本本分分的一个直播，也不会坑，也不会唠的。啊，大家没事可以多去溜达串串场。欢迎小金哥 ，Hello。你们是飘了，你还怂恿我打师傅，你们是飘了，真的是。他们说要盘你，要不咱们我们来一毛的，来一毛的。他们说酱宝干得好，那行，记住你了，来，赶快给我截图马家花了。哎呀，下方那个下方的召唤没有点的，帮我菲儿点一下下方的召唤。Hello。其实挺好的，就怕他们不，他们为什么我一直都不跟自己公会的玩呢？因为他们也不上啊，主要是。这根本就是打不起来，没有那个热乎劲儿。丫头，帮我想个名，你要想什么名字？这个你自己想呗，这个玩意儿你就看适合叫什么名字，你怎么认识的我呀什么的，就是自己想一下，这要给你想名太多了。谢我们的宇哥，谢谢我们陈宇哥，谢谢陈宇哥送来的星星。还收人不收啊，吴宇哥收啊，那你就直接改成4823吴宇多好啊。想个名字，你就现在那个名字就行。喜欢菲儿的可以点一下菲儿的关注，上方那个关注大家也可以点一下。真爱召集完了，我们唱个小树林，我找一个歌小树林啊，不对，没有过的还差十一个我们就过去了，还差十一个我们就过去了。嗯，噔噔噔噔噔，我看小视频认识的你，是不是叫看小视频？不对呀，那你不是我们家马甲呀，你这一天那你就不用来了。收师傅吗？师傅暂时之前是不收。下方还有六个，还有七个是我们的云上，欢迎云上哥，云上飘。哎，你怎么又改名字了呢？我记得好像一个应该是云上飘马呀。好像什么马哥，是不是你啊？你都没有我的真爱，记得帮我下去开个真爱哦。欢迎心理哥 ，Hello， 欢迎后进来的宝宝们，嗨。师傅被妖怪抓走了。直播间给你唱一个我们家经典的歌曲，这个歌一般的时候真不轻易唱，我就是没有十天十没有个十天半俩月的，我都不会去唱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太魔性了。我的小树林儿。你的大眼睛呀，又跑偏了，你等会儿我又得跑回来。你的大眼睛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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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几天不唱有点生死。你的大眼睛，我每天都想
戏妖精姐姐？你玩那个吃鸡吗？可能我不知道，吃啊，玩啊，但是很少很少。你这哎，你待会儿你报名，咱俩一块儿，我碰你来。哎，这玩意儿咋报名啊？你敢报名吗？飞儿，不是说我都看不起你，在这甜饼圈你报名找找。这咋报名啊？这儿。啊，你报一下我看看，我这会儿可你。这对吧？你不牛逼吗？你报名啊！你别取消啊！我不取消。你是真是胆肥呀、啊！我瞅你呀、啊。来吧，一会儿你就看我怎么揍你就完了，知道吧？明白吗 ？OK， 来吧。十一点开始不是？这是几点呀、啊？这九点就开始了。这能取消吗？啊，能取消。整得明明白白的，欢迎后进来的宝宝，欢迎文浩哥。报完了，嗯。还有没有着急了？没有着急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呦，我好像是，我再看一下，我不敢去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谢谢康哥，谢谢康哥，谢谢。车，一上车库提一辆车就车就出来了。嗯，给你们唱一个啥呀？嗯，这两天二奶奶我都唱够了，那唱个欢快一点的吧，一直唱悲伤的歌。二奶奶来了，二奶奶耶，叫一声她二奶奶，二奶奶歪歪上谁先唱的这个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就听你们在这儿，我就看谁名字啊，我就突然想起来了。我的二奶奶呀！水哥，我要娶你。你打字的时候手不在颤抖吗，小哥哥？你打字的时候手在颤抖吗？我的二奶奶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的二奶
直播刚刚开始，这是因为啥呢？我的二奶奶呀！你没有发现我每次直播播播播播到快下直播的时候可有精神了。后半劲儿，这前面可能没有累着我。好浪知道万能的骂子吗？好浪哥，袁维斌，哎呀，这都是你们喜欢听的，我得学学新歌了。就这两天我忙活完我的生日，我就得开始默默的又学歌，一学歌嗓子使劲就哑。下播困难症嘛，嗯，今天我想这两天我不想太累，我害怕我再刚好一点儿，但是我能坚持直播。没有领车的可以百度搜索 YY 音乐社区，然后登录个人账户，点击车库领取车位，顶摩托车什么的，这样就有车了。谢我们的跳跳，他们好多人喜欢听这歌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唱一小段，就是有点绕舌，这歌我不太会唱。昨夜一树风中，浓笑过谁残酒？世外眷恋，却还到哪里依旧？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树风中，浓睡不消残酒？世外眷恋，人却到海棠依旧？知否？是否应是绿肥红瘦。天命圈我没报，没报名，我不知道天命圈是多少个呀，我不知道是多少个。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谢谢，我都没有，今天我都有点乱套，我都没有好好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你们别挑我理啊。我没那个啥，我没点，我没报。过完生日咱们再试。那我得先问一下那个啥，嗯，我得先问一下那个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天命圈可不是谁都能报名的，得有个十万八万的，赢了五把就准备发红包。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不报了。Hello， 像你的小金哥，不报了。哎，你啥时候生的？你在我真的，我在我这个里面哦。我钻石是第一，你是第二。我是白银。嗯，完了，为什么不唱歌吗？为了让给小魔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老大不唱歌？老大为了让小魔有口饭吃。哎呀，真是唱明白了。嗯，挺好。今天怎么样？开心吗，飞儿啊？开心啊，开心啊！谢我们的十哥啊，谢谢谢谢。我昨天真是啊，我昨天我才知道，就是我妈妈她也玩歪歪。我妈妈歪歪一共关注了仨人，一个其中就有你，一个是我。嗯、哎呀，这么吗？那阿姨喜欢听什么歌？嗯、真是，一共关注仨人。还有一听什么歌？我给唱一个。我他应该不在直播间，这点应该和我妈搁那遛弯呢。非得俺这个小姐姐关注了。谢谢。还有一个是那谁，一个钓鱼的，不是干啥的？钓鱼的卖煎饼果子的，反正一天的。谢毛弟哥。一个反正歪歪，一个做饭主播，还钓鱼主播。我妈一天关注的跟他学做饭，可能是。嗯呐。啊，是一个女的吗？啊，因为他后台都能查嘛，查你给谁哪个直播间的待的时间长，就那个消费值，知道吧？真的，我妈给那个钓鱼的不那个学做饭那个小孩也不算小吧，三四十岁一个小老头，反正是刷了多少钱？刷那个得有一千多块钱了，刷一千来块钱啊！谢我们的八哥，谢谢你。你听前面我听挺认真，后边我觉得就不可信了。真事儿，我妈一共就关注仨人，感谢一个可能是他学做饭，一个你，一个我，嗯，真事儿。谢谢我们的随意哥，谢谢小姐姐，非常感谢小姐姐给我送的这个玻璃球的，省点钱的啊、哦，省点钱的。咋的？咱俩唱唱歌要吧？那刚唱完歌，但是我一个人咱俩唠嗑有点干。那就来一局呗，那你别太大了，行吗？我没多少，没多少，这就赶上这个小姐姐在呢，号得有点给我撇呢。嗯，那小姐姐好厉害呀、啊。嗯，你要不要烫一个大波浪？烫个大波浪啥意思？你可以去搜索一下。你不是你给我讲讲这个梗，我不知道，我听他们好像说过这个梗来着，说的烫个大波浪是啥意思啊？就小姑娘都喜欢这大波浪啊。那个，
那个我今天刷欢迎周野哈，嗯，羡慕那啥，今天我看那个刷视频啥的，那来吧，嗯，你等会儿再跟你说大波浪啥意思。行，150秒来整完这局的，兄弟们一毛一毛的咱往上捋的捋的，透的透的，甩的甩的。谢谢。哎呦，你先吧，你给我留着一分钟。哎呦我去，气势好足啊！没有，他赶上号里有点球，我刷完他就撤了。感谢大家送来的巴掌，谢谢。我们有巴掌就走一走巴掌，没有曲儿吗？来个曲儿啊！我给你整个曲儿啊！嗯呐，咱们边唠边说呗。直播间啥都不，哎，啥都缺，就不缺曲儿啊！唱啊！哎呦我去了，好震撼呀！我给你模仿一下那个长春泰克酒吧的喊麦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嘴里扛着屎一样，兄弟们。娘们来你身边，他妈你妈妈身上我干不出泰克爱我兄弟。要上那个舞台前左右摇摆下，哎，要上酒吧的我就喷又爱玩呐。浪费他们烟迷糊，我们该上吊的上吊。兄弟们，咱家六七三星的马甲，让我在本场贡献，看到你的苗子。感谢咱们的小哥哥小姐姐，对这个小范围比这个到位的啊，感谢每一位王者荣耀的兄弟们，四个口号叫叫这一局咱心死劲，指不定能给六九直接拿下，兄弟们加把劲了，是一秒，哎，大金链子，小松饼，一天三顿小烧烤。40秒，兄弟们，这把 PK 就结束了。时光从，哎呀，我操！白雪给刷着完了呢。在家接。学会啥都会了，学会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就是你玩玩，你就扬傻子，给我打没劲儿了都。谢谢你的开心，谢谢。这局不算，再来一局。这局不算数，再来一局。感谢我们青哥，谢我们的，谢谢。感谢康哥，谢谢康哥。谢谢。感谢每一位兄弟姐妹们，非常感谢小姐姐给我送的这个心哦。这就属于怎么说呢，这就属于这个正常上票啊，就属于哎呀，正常上票也没什么条件，没什么条件，再来一句，没什么条件呀，没什么条件啊，哎呀，那我点复仇了啊，哎呀，不刚才我是趁你这一喊麦给我喊懵了，你知道吗，我们家人都听你的 Everybody 什么玩意儿呢，一下给整住了， Everybody check it out come on。哎呦，我这是我让那个泰格酒吧的小平腿给我乐死了，搁这块儿呢。那天我就搁底下，那是个酒吧嘛啥的，我那个加一个那个大哥带我去的。最近还发生一件事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事？就是马上就3月3了嘛，就是三月，马上就3月3号了嘛。完了，正式的邀请一下我们的周哥还有周家所有的兄弟们，生日7点啊，生日会，完了准备了好多好多的奖品和礼品。卡了是吗？菲儿，开个玩笑，你放心，没事，我准时到，一定到，真事儿。OK， 真事儿，真这你放心，你都不用说，你都跟我，你提这么一准，那都多余了。咱他妈王者周家和他妈六九军团的关系处的好不好？咱先不说，咱不说，那就咱俩这关系搁这块儿了。你有啥事你跟我说就完了啊、哦，必须的，啊，嗯，必须到。3月3号是你的生日是吧？这家伙怎么4月1号那个我们王者周家这个周年庆，4月1号差的时间不长，差了一个月。哎呀妈！所以说这一个月无论是谁有什么庆典，4月1号啊。对，因为来到这里3年了嘛，3年这个活动就得好好的整一整了，3年了。那必须得大办一下呀。嗯。
愚人主要是兄弟们，你过生日吧，糊弄糊弄得了。真的吗？四月一号不是愚人节吗？这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我就跟他妈我他妈给歪歪骗了似的。我他妈四月一号来的歪歪开的直播，真的就愚人节那天我开的播。应该不能，就老弟开玩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了。嗯，然后尤其是今天四月一号什么的。到时候那啥，到时候我看看，我给你邀请一下那个阿哲呀、摩登啊、这个老力啥的，我给你邀请一下子啊。OK 啊。啊，你给我把话放出去啊。Okay. 那天，榜一不管是谁，我小周不给他这个面子啊，我不卖他这个面子啊。OK 啊，就完事了，就完事了啊。四月一号啊，大家也关注一下那个周哥的这个生日还是周年庆。我是周年庆老大，你周年庆完了，那我六月九号还有一个周年庆哥。行，我等会儿再给你打啥的啊？你给他瞧瞧，给他背一下，你给我发就完了啊。好嘞。嗯、行哎，那我这咱点没点复仇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不是，咱说你给我发，你给我发就完了。有人说老啊。哎，不玩了，还玩吗？别准备了，别的，休息，挺好了。不玩了，不要玩了。嗯，等明天呢，这两天也挺忙活的。这两天我得早一点，就是正常一点，不能那个时间太长了。谢谢，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的支持还有陪伴，谢谢啊！再来一首歌吧，喜欢听什么歌？再来一首歌。嗯。找一找，看看啊，嘟嘟嘟嘟嘟嘟，你们想听这？你们想听的我都不会一首。哎呀，杜十娘，那就别了，咱什么时候工会周年庆啊？工会我不办周年庆。整那干啥？好几个的一天不整的。暂时还没有这想法，暂时还没有这想法。站着等你三千年，我听了，但是我还没那个啥呢，我没有那个没有学好呢。飞鹰哥要听《同桌的你》这个歌老啊，我看我会不会唱哈，我看看《同桌》这个，我有没有这个伴奏？没有。我们有这个歌，但我可以那个啥，欢迎周爷，周爷来了吗？把周爷抱一下。对，我答应什么了？袁维斌，我答应的哈，袁维斌。噔噔噔噔，那唱这首我们就休息哈，不能再扯时间太长了，这两天要恢复。身无就会化作痴，梦得太深无就会不愿醒，就像鱼儿想要飞鸟的爱情，朝着朦胧魂牵梦呓。心动不怕岁月无声，愿为冰我把冰拥入了怀中，心如水你有水给了我柔情，醉过这一回瞬间即是永恒，天地之间只剩你的笑容。
像烛火的光明，平平一无，倾尽此生。心动不怕岁月无声，月未明，我把冰拥入了怀中，情如水，你有谁给了我柔情？醉过这一回，瞬间即是永恒，天地之间只剩你的笑容。月未明，我把你拥入了怀中，心似火，默然火为你而跳动，掏出我的热，融化了你的冷，有过心动不怕岁月无声。月未明，我把冰拥入了怀中，情如水，你有谁给了我柔情？醉过这一回，瞬间即是永恒，天地之间只剩你的感觉啊，好像要快要下直播了那种感觉。哎，他们不会领车啊，不会领车的，就是你在那个电脑上好，电脑上不会领车，可以就是什么呢？上那个百度搜索 YY 社区，登录个人账户之后呢，点击车库，可以领爵位车、真爱车，那个就点出实用就有车了，就点出实用那个车就有了。丫头来首红雨呗，红雨那首歌唱着就是可能是我自己唱着比较累，手机可以吗？但是手机我不知道怎么领的呀，我感觉我今天好像有劲儿没使出来，可能是昨晚的，有可能。